黄色九宫格，去便利店寻找黄色美食。来看看今天每个人能花多少钱。新手气的时候到了。我不会颤抖，还自带音效啊。九。哎，便利店我来啦！老板，这个黄色蛋挞帮我拿6块钱的分量。诱人的焦糖色，看着就很酥脆。第一个到位啦！老板，这个咖喱鱼蛋给我拿6块钱的，放在格子里面，圆滚滚的。第二个到位啦！老板，这个6块钱的虾排给我夹一个，放格子里面。收到来了。第三个到位啦！老板，这个黄色菠萝包6块钱能买吗？放在格子里面。哇，有两个呢。老板，帮我安排个黄色的关东煮盲盒，6块钱的。看老板这无从夹起的第一筷子，黄色还要6块钱都纠结的嘞，终于选定了木棉豆腐、芝士章鱼丸、鱼豆腐串。第5个到位啦！老板，你们这边有串串是6块钱的吗？帮我拿一串。哇，选了我爱的。第6个到位啦！第7个来啦，5元就拿下。目光在这货架上不停地搜索着黄色美食，嘿嘿，大冬天的来个冰淇淋吧。第8个到位啦。一眼就相中这个，西西价格也在范围内，赶紧收入盘中。最后来一个黄色的主食，是我爱的口味。哇，回来了，美亚只能吃一口，剩下都是我的，烦死了。那就先把可以一口吃完了，给他秒了。嘿嘿，先来个虾排，这一口肯定很幸福。厉害了我，下一个颜值超高的荷包蛋果冻。看看里头都有啥，等我给它组装一下。哦 ，later。先来点油，看我大师班技术的发挥，整的还挺精致，仪式感拉满。再来点葱姜蒜爆香，全部搞里头。哇，滋啦滋啦的。哇，再下入荷包蛋，整这厨还挺逼真的啊。我还真有那个感觉，噼里啪啦的。高低来露一手，开吃开吃，尝尝看今日我的手艺如何。没了，一口消灭，就剩点油了。我把前三格都秒了吧？再来一串，炸鸡年糕串来了，超级轻松地解决了。接下来来个看着就好吃的，叔叔一组抽。听完名字感觉更好吃了，哈哈，能掰成三部分。还是一口秒，我哥开始按耐不住了。此刻我沉浸在美食中，完全不想理会。再来两个酥酥脆脆的蛋挞，总感觉蛮亏了。这玩意儿加6毛可以多两啊。可是暗示变成握拳暗示了。这可忍不了，不给你，你能奈我如何？我哥搞这么大架势，好纠结，给不给呀？这个老六竟然用这种行为，太可恶啦！哼，再来一串鱼豆腐。竟然还逃跑了一个，哎，继续来下一格吧，长得也很精致哟，没有乾坤啊！再来一个，全部红色了，标红烧。我哥这次战略换成偷偷来了，看箭头处。还懂得躲镜头吃，我俩都沉浸各自美食美味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里应该不吃了吧？给你吧。我哥这反应不对劲啊！我哥怕不是把我当成瞎子了吧？这么大一个菠萝包不见了，我该用什么语气来表达我的心情？哎呀，金黄色的番茄鸡蛋牛肉面，这就迫不及待开吃了，直接夹起满满的一筷子。好想再来一口，最后再来一个哦，菠萝包。于是突发奇想 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再来一口，吸满了番茄汤汁的菠萝包，第一次这么吃，应该会不错。新奇口感真不错哦。Good， 今天都没吃饱，溜了回家泡火锅，是不是啊？不是我的。